但真正要面对柴米油盐这种生活啊，其实只有他们两个知道究竟过得幸不幸福。对呀，所以面对柴米油盐，老师不是当不谈恋爱。大哥现在担子肯定也更重了，以前是不是就够吃就行了，那是差不多。现在我爱人里还没进入那种啊，柴米油盐的那种是吧，可能还没进入那种状态。哎呀，就跟了死就跟我做了这么梦啊，做自媒体哦，确实我们压力也确实很大，是吧？每天晚上睡觉都在俄罗斯在看视频。俄罗斯，对，确实是的，是不是？会不会半夜俄罗斯？好多时候半夜都被他吓醒，在看视频。那其他的，什么大家不知道，但是唯一知道的就是你们俩经常吵架，而且我还不能说。我还不敢说，说了别人说你家事给人家说，是吧？每个家里说人家吵架，小吵小闹都会。但是正常的。我再声明一下，上次在初心园，我不想说的。那二哥迟到两个多小时。两个多小时，我骑着我那个小毛驴，他又不听话，所以我要把原因没电了，我要把原因告诉大家，你为什么迟到？是不是？要不然那波节奏带得更狠。是啊，我也知道。那天如果不是我这样，没关系。那我为什么要说二哥说给小李？小日子自己过，自己知道。但是那天直播间上万人节奏都说你什么？等你两个多小时，大哥在起这个哄。再加上那个小毛驴又不听话，骑到云峰，我算的倒是个没骑得到。不是说骑的差不多要到来了，没电了，是不是？没电了，他们打车啊，又打车又打不到，到马路上拦了我，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车都没车过来。OK 不 OK？OK， 喊笑不喊笑 ？OK， 喊了笑。今天真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非常热闹，这里二哥一家也非常的热情，在这里呢我们要热烈的恭喜他们一家哈，吃饱了
二哥一家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啊，真的是脱胎换骨啊，真的是成功逆袭啊。能有今天啊，离不开海哥，也离不开广大网友的支持和帮助。然后今天二哥的准备的酒，这个酒，谢谢，那边都没菜了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酒，来一下。嗯，特别香，特别纯啊！来，喝酒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你干了这瓶吧。啊，你把这瓶干了，啊不包我都不行。来了，来，来了，喝个嘴。小杯。今天在此就一起恭喜二哥啊，喜提贵子，喜提贵子啊，喜提贵子。然后人生最大的能套用海哥的一句话，人生三大幸事，第一是什么？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。然后呢？喜得贵。然后就今天这个局面啊。哦，就这个局面啊。好吧，话在酒中啊。我们还，其实我们这一桌人还可以说一句他乡异故知。对，他乡异故知。来来来，他乡异故知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这里相聚啊。祝你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。祝你早日脱单。祝你夜夜做新郎，全国各地都有丈母娘。借你吉言，开个玩笑哈。然后，饭菜也非常的丰盛。这是我们江西这边的这种风俗，吃这个酒的话，其实说的，我们这边小孩子做满月酒算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小一点的酒，但是二哥今天不收礼啊，不收礼也真的算是。回馈帮助过他的人，但是我们又没帮助过他，有点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我们吃的时候都有点吃不下去，并不是说因为饭菜不好吃。给大家看一下饭菜，我们江西的特色。来来，喝一杯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感谢您，欢迎你们到江西来啊。我也是江西的啊。也是江西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张大哥是做这个椰汁的啊，然后千里送奶送到二哥家来，之前地球村庆功宴也是他送这个椰汁过来的，感谢感谢，我应该我们谢你，我谢你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菜，菜特别的丰盛，红烧肉、扣肉啊、鸭子、猪肝、泥鳅啊，这么多菜，数不胜数。给大家必须要提上一提的是这个喜糖啊，来，你们吃了喜糖没有？沾沾喜气啊！感谢感谢，我这怎么可以？免费送宴，叫我小宴。哎呀，谢谢，这个糖有点意思。糖，巧克力糖。嗯。好多人，你们看，今天一共摆了多少桌？不会说话，但是他有一句话，他说你好了，年年好，岁月好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好了，今天又白混一顿，红包还带回去了。现在吃的刚好吃好了，他们在收拾了。现在也下雨来了。我手机帮我拿着手机啊。干啥你俩？肚子吃的挺大的。那肯定。今天忙呢？下雨啊，天才啊。
最后祝二哥二嫂的小宝贝哈、啊，小兔崽子健健康康茁壮成长啊。今天的视频我们也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收看，我们回去地球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